清洗鱼，去鳞。接下来，清洗干净紫鱼，花刀，容易入味。切点姜片，葱段，铺在盘子底部，再把花刀花好的鱼铺在上面。撒一点盐，摸均匀，加入点料酒，加上豆丝，上锅蒸，水开以后下锅，盖上锅盖。这鱼不是很大，一般蒸6到8分钟就可以了。打开看一下，关火出锅，加点葱花，一道豆丝蒸紫鱼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，请点关注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